What does happen? What time it happened? And where should we get a call them? Like, immediately 911. So I really, really appreciate all the 103 fans give us like the right direction. 下面我简单说一下中文。王警官和那个 Berger 警官，他们是我们背后的支持者。Okay, you are supporting, so we help them. 那么我们是做他们的眼睛和耳目，我们要坚持这一点。所以我们在群里面也一直说，我们不能和对手有任何纠缠，也不能骂他们。但是呢，我们要保持我们正常的巡逻秩序。那么今天请到他们来，他们可以给我们更具体的 specific 具体的一些巡逻的要求跟我们大家说。所以接下来我们开始，欢迎黄警官给我们。那我就直接讲中文好了，大家前面都是中文。好，谢谢。对，那等一下，如果说 Officer Bird 他讲英文的话，可能我会做翻译或者是再说。那 OK， 很高兴的认识大家，我是那个109分局的社区事务联络官黄警官，这是我的 partner， 他是 Officer Bird 警官，他是做专门做 crime prevention 防止犯罪一类的那个信息方面的警员。然后呢，今天到这边来，很高兴就是说来给大家做这个讲座，然后告诉大家就是那个新成立的那个。AAC Asian American Coercion 那个治安队，然后因为前段时间发生了很多的就是那个 Asian hate 的那些 crime 一些犯罪的事情，所以呢，集齐了整个社区的一些那个就是所有的就是有爱心的人士，都想说更加的保卫我们这个华裔社区，所以组成了不同的治安队，在外面有 PCF， 有 Main Street Patrol， 有反正好几个队伍，差不多数下来有五六个队伍。然后在很久以前的话，我也说过我也有涉案队，但是可能就是时间就是说组织不是很长，因为像你们大家都是说出自己等于是上班时以后的业余时间来过来帮助这个社区来巡逻，其实大家也不拿工资也不拿什么，纯粹就是为了对等于是社区的一个回馈，一份爱心，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然后在此的话呢，我就是去别的那些就涉案队也一样，就做了一些讲座，就告诉大家如何你们成为我们109分局的眼睛和耳朵。然后在马路上巡逻的时候，就不单单就是说给我你们在外面巡逻的话是属于就是我们叫 omnipresence， 就在外面就是提前就是说给保护这个社区，但是很多情况下可能在发生任何情况下可能会涉及到生命危险这一些方面情况下，因为你们不像我们所有的警员的话是经过特殊的六个月，而且每年的那个有那种 annual 的那个 qualification 的一些 course， 然后让我们就说有任何的所谓的使用任何的武器或者是任何的如果防范或者格斗的那些课程，所以是我们可以去处理比较紧急的那些情况。但是像你们的话，就是其实就是等于像平民老百姓一样，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装备或那些东西。当然有人也问过我，我们可不可以带比如说辣椒水啊，那些搜索警棍啊，那些防身的武器。但在纽约，根据纽约州的刑法下，然后这些都是违法的，所以你们不能去 carry 这些东西。你们在外面的话，就像是我们前面之前说的一样，成为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你们在外面最主要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就是警察局的那个广告嘛，说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你看到什么的话，然后向我们报告。然后任何的不管是可疑的人，哪怕没有犯罪，或者你觉得他可能会犯罪的那个情况下，也可以打911报警。在打那个报警电话的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详细的准确的把信息传递给911接线员。然后比如说 OK， 这个人是他在缅街上往南行方向往 Maple Avenue 那边走，然后比如说穿着是怎么打扮，那比方说 OK， 他穿着黄色 T 恤黄色帽子，穿着蓝色的那个 jeans 牛仔裤，还有那个绿色的鞋子或怎么样，然后告诉我们的话，然后他会911接线员会把这些准确的信息传达给，然后你就是害怕就是说 OK 会受到伤害受到威胁的情况，你也可以打911过去，我们过去的话当然处理，但是如果他没有犯罪的话，那 OK 我们是询问他一下，那也逐渐就是说做到处于说像那种震慑他的那种作用，然后他也会看到说 OK， 那我这边我现在我的行为被警察注意到了，那我不应该再在这边周围游荡或者做任何坏事，那也起到震慑的作用，然后就就等于是也是间接的把他给赶走。然后这样的话，关于这事件的话，其实我有还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做得更好的，就是那天就是
些反馈，从我那些警员在出警的警员那些反馈，就是当时就是我在大家都是马上抓到他了，说你看警察把他铐起来，都在那边拍，对吧？现在危险。但是不单单是你们这一支队伍，好几支队伍都在那边，那可能就是人太多的情况下，就造成了队伍我们的执法的一些困扰。就希望大家的话是给一点空间 ，OK， 当警察在现场的时候 ，OK。我们也都知道你们在外面的存在都是出于好心做那些事情或怎么样，但是当我们就在执法，然后准备在铐手铐要把他带出去，大家让少给一点空间，可以让警察去处理他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的一个 boss 就跟我讲，就是说所有的民安队的人全都围在一起，就是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堵在那边，然后他们觉得好像我们在处理事情，然后有点压力，很什么，然后就是有点不太高兴了，就所以就是对警察到了以后，你们就大家退出，然后。就是说让所有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处理，我可能是如果说那个受害人的话不会讲英文没有关系，你们只要派一个人就可以了，然后做一个翻译，我可以跟他讲，帮他做翻译，不需要大家就全都围在那边七嘴八舌，这样的话我们处理案件的话也会很困难。这个我要特别强调一下，I'm gonna speak Chinese here to mention again, I want to say that 我们必须给警察一个安静的处理环境，因为在这种场景下 very complicated，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给警察造成的困扰，第一个嫌犯有机会走，第二个对我们自己对警察也造成了不安全的环境，所以大家一定要配合警察离开， get away from there。 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还有一个